对，起立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。宣召。来啊，咱就用摇花、唱花，用叫咱的召唤出欢喜的声，咱就到伊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隆重的上帝。来啊，我们要向我们的耶和华唱歌，直到永远。这时，咱参加来读新的诫命，我们一起来朗读新的诫命。新的诫命，我们统一用台语来念就好了啊，用国语的也一起来。立个奖金，金钱，金啊，金钱，上帝，借他是大的，难操之类，你的业大，操之心所好，你的家族里，尽可以，尽可爱，是传不完的，神业都不好，万有心爱的有病，有心有善良，心主啊，愿意，你的万民善良。这时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特别的日子里面，母亲节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感谢你，赏赐给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妈妈。每一个生育我们的妈妈，照顾我们，养育我们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妈妈很唠叨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妈妈她很严苛，有时候我们会埋怨我们的妈妈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种爱的关怀，这种爱的叮咛，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心理上的不舒服。我们虽然埋怨，但是我们依然感谢。我们虽然会有哀嚎，但是我们依然会感谢。感谢我们的妈妈，我们更感谢上帝你造她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创造你修筑万里的妈妈，让伊会当听话，让伊会当照顾我。那伫今仔日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伫母亲节的时，我们伫愿我们每一首的诗歌，愿我们每一颗的心来孝念、来感谢我的妈妈。上时阵，我来要更加特别，愿我们这的心，愿我们所有的能力、所有的气力，来俄罗斯来感谢你。在这特别的日子，我来祈求，无论我的妈妈在世，也是我的妈妈已经过往。我们献上我的感谢，今天照顾我们高级的妈妈，让她身体健康，让她们身体健康，让她们永远快乐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感谢的心，来感谢妈妈以外，我们更感谢你，求你照顾我们妈妈，要照顾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日子，都能够充满着上帝你的温暖。充满着妈妈的温暖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求你引导我们，跟我们的妈妈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，都是温暖，都是快乐，都是美满。我们再感谢、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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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